自己想准备要接林玉杰，要不要从这边出来？哟吼，林同学，快啊！后面排超多人。是这样吗？那你有什么素颜？因为我刚才吐了。哦，走。观光客在看 Opera House， 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我觉得很普通。这会被骂，会被骂。在陪林玉杰逛 QBB， 不会吵，不会闹，还会拖行李，好优质哦。你说电梯很漂亮吗？我也觉得蛮漂亮。好，走。这种学校旁边上车的。我们回到 Chesswood 了，现在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多外国人，很多外国人，什么感觉？那你对 Chesswood 有什么感觉吗？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十大商圈那种感觉，十大商圈比十大商圈更高端一点。林玉杰第一次在澳洲买东西，我以为你要看吧，要变吗？哇！没有，要放到这个，要放到这里。来看台湾来的女子来澳洲买东西。哦，这下一步呢？配。Yes. OK, that's it. 刚才买完的牛排被它煎掉了。怎么叫被我煎掉？你觉得好吃吗？不错啊。那个大概可以拿来当战斧牛排，因为真的拿来当战斧的那种硬度。没有啊，开玩笑，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林姐，你赚了多少钱？又控股了，今年超级惨，我会再接再厉的。今天是1月24号，然后我们已经吃完早餐，等下要出发前往机场喽。我们要出发喽！你现在最期待的是哪一个行程？黑利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是黑利海？黑利海那个冰川剑姬。冰川剑行，好，所以我们会搭直升机，再到冰川上面爬，是爬山吗？冰川算是爬冰川，是这种冰川，听起来超酷的。那你呢？高空跳伞，高空跳伞也是会搭直升机啊？不知道是飞机还是直升机？直升机吧，因为我们是应该从直升机上面跳下来吧？应该是这样子，还是飞机？不知道，反正也可以搭飞机、直升机之类的。但我们这样会一直飞在空中，其实我们的行程都一直在空中，所以搭了超久的飞机，好可怕。我们在赶路，哪边是那个？你抛弃在哪里？完蛋了，买不到。我的 LV 跟 BTO 回来再买，回来再买。哎，终于赶上了。啊，看，超紧张的，回来再买，回来再买。你看怎么了？我刚刚被抓下去检测，因为我很 suspicious，然后我们两个在赶 check in， 我们已经提前了两个小时来，结果还是没有 check in 到，真的是，对，还是有 check in 到，只是拖了很久，快被气死。终于赶上了，到纽西兰了，这个超酷的 gate。我们现在填纽西兰入境卡，因为刚才我们的飞机上他们跟我说没有多的这个入境卡，所以叫我们现场来，真是给他一个差评的烂 baby。 命运多舛的我们，现在林玉姐的行李好像消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前往取车。得来不易的我也要超级惨。来，我们那个今天最衰的女生是我。我的行李不见了。好可怜，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睡到连 KFC 什么都没有买了，我们要吃个鸡翅也没有。耶、yeah, 我们最后决定落脚在这边吃饭。我们现在超好笑，我们现在也没有饭吃了，我们要去吃麦当劳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晚餐了，只剩 snacks。 太夸张了，我爱纽西兰。绕了一圈，结果我们在吃麦当劳，然后
刚才那个麦当劳机器人坏掉，我们今天真的是睡到几点 ？Sad。耶嘿，我们到我们住的饭店，虽然这个原本不是我们要住的地方，我们要住 Airbnb。好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排这间饭店，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班机 delay 之后呢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取车，因为取车的公司在7点就关了，然后我们6点半才到，所以我们到了之后，然后出关的时候要检查很久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取车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开车去我们要住的地方，所以这边就是机场附近的一间饭店。Like a maze. Excuse me. Oh, card, please. 超爽的。纽西兰，你到底要对我怎样？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房间，然后还有免费送客房服务。我刚刚没有录到，就是我们房间里面有那个麦当劳之外，还有就是那个厕所里面的浴巾也都是乱的，然后浴缸里面还有毛毛，真的是太惊人了。然后他现在给我们就是那个免费升级到另外一间房间，我们再看那间房间是不是干净的。二度扣扣扣。Tap. Excuse me.没啊 ，Oops， 哦，厕所甚至没有浴缸了。房间看起来好像有升级，没有，刚刚那边没有电视。好，今天看起来干净的啦。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现在真的是太可怜了，终于到了一间还不错的房子。好了，那就今天就这样，我们要歇脚睡觉了，拜拜。现在是6:52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租车了。我们正在车上的时候，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到底经过多少的劫难。最大苦主林玉杰，还有现在素颜，没有新化妆。入纽西兰7点的天空，好，我们还是租到车了。然后其实他们人还蛮好的，赞。Stay safe, stay awesome.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要出发了。再次，我刚才你知道，我刚才举这个时候，那个对面的司机跟我打招呼。有人要帮我导航吗？我。哦，你多准了。去那个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Grocery store。对 ，grocery store， 我们可以买个三明治。大家，我们上一部片跟大家说它叫 Woolies。但在纽西兰还是要 count down。我们租完车之后，我们现在第二个行程是在逛衣服，因为林玉姐的行李全部丢掉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来帮她买新衣服。然后这个连E都开始在挑衣服，所以我现在很无聊。这个超级纽西兰的牛排派，牛排派，你吃什么？小宋，你吃什么？我吃那个三明治，里面夹那个火腿跟。cheese， 好喂，吃完早餐出发，既然休息站，好喂，到底开始吧。暴雨一直下，耶、yeah, ，Happy Turn， 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行程，哈比人村。虽然我们三个都没有看过魔戒，但是我们就来跟风了。那我们真的就出发喽。耶、yeah, 嘿、hey, ，我们要上车了。And these are the first views that we're getting here of the Alexander family farm. The Alexanders acquired the farm in 19. 刚才揍人的林玉姐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虽然我们都没看过，但其实就光看这个 view， 其实是真的蛮漂亮的。而且那个布景真的很厉害，那个大树也超酷。所以哪一棵树是假的？不知道是哪一棵树，其实我看不出来哪棵树是假的。
morning。你金街边，然后这是真的炉火哎、欸。你穿这样真的，这个真的好像，你好像霍格华兹，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是哈比村。耶、yeah, ，炉边聚会，好玩吗，林玉姐？好玩吗，一平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？很漂亮，天气很好，没有台湾冷。哇，就天气很凉爽，可是它二十几度真的骗人啊！二十几度你以为可以穿短袖，但其实不是。很抱怨大会。目前我觉得有打开，我们那个哈比村的那个行程我觉得蛮满意，而且我们的导游是非常热情。对 ，Harry。目前我们遇到的有些人都超好，然后遇到租车公司的人，然后还有其实我们的导游，但是他们也都很好，我觉得这边的服务不错，然后导游也很满意。Let's go， 我妈出去了，要回去了。吃午餐 ，Australia， 终于可以吃饭喽，好香哦，超级冒烟，点的是松露饭，看起来超好吃，好喂，吃开饭，耶，这家有料，蛮好吃的，你们的好吃吗？啊，这个超好吃，超好吃，那个调味，它胡椒跟那个柠檬都打到四这样，就超赞，好赞，林玉姐你好吃吗？还可以。那要换手，林玉姐开车，看超级紧张，就是，然后他的驾训班教练一样在教他开车，好夸张。他刚才在路口还不刹车，超级可怕的。还不刹车？你有不刹车？你还不打方向灯？我就没有打到，不是不打。他就是没有打到，至少我们现在还安全。只是他一直压在白线上面，大家看好了，压在白线上面的车轮。不用过去，那边是泥箱，有牛在排队。我偷看了一下，超好笑。耶嘿，我们到了 Blue Spring。还没到。女姐刚才开车，真的让我脚都软了，好可怕。超稳。意淫作何感想？她说她超稳。他睡觉哦。我很晕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为什么很晕呢？是因为这个人在乱开车，可怕。好，没事，他已经开得很好了，我们至少很平安。前往 Blue Spring， Go Go！ 我这次那个水很蓝，但是拍不太出来，反光。对，但很漂亮，很蓝。哎、欸，真的超级超级漂亮，好像可以拍得出来一点点。可以，就是很清澈，很蓝。超扯的，可以拍得出来。好美哦！但是，就是我觉得现场看的那个震撼的感觉，就是、真的是跟影片完全不一样。很厉害，一定要到现场看清澈的水，你清澈的双眸。哦，这边好像拍得出来一点点那个蓝蓝的感觉，好赞啊！哎，好漂亮哦！真的，超近的阿牛，嗨，阿牛们！他们怎么不理我们？超级无敌漂亮。水草摇曳生姿，阳光超美。耶、yeah, ！我们逛完蓝泉了，我们现在继续，然后我们下一个行程。我们下一个行程是什么？没有行程，没有，就是去住宿，青年旅馆。去住宿了，好。我们住的青旅。Hello， 好可爱。哦，你好会跟他玩哦。哦。好可爱，耶、yeah, ！这是我们房间，双人床跟一个单人床，非常小，但是也还可以啦。OK， 我们现在吃泰式料理，我们点了 Pad Thai 跟拌沙拉，然后还有绿咖喱。我觉得我们这家吃的餐厅超级好吃，就是它那个绿咖喱超级浓，然后它什么东西都不用等。而且它还有车位，完全是一家完美的餐厅。它除了Pad Thai有点太甜以外，哦，啊，不能算完美，就是除了Pad Thai有点太甜以外，其他都是堪称完美。可以。吃饱喝足，上车开回民宿。
小鹿，小羊。花多久？我没有化底妆，其实很好。好，加多久？就加一下而已。在拉扯眼皮，好可怕。其实我不太会讲加睫毛。你看起来把眼皮都扯下来。还 OK 吗？耶，一早，现在几点？8:20。25。我们要去看萤火虫洞。Let's go. 哈，因为你们不能拍照，所以只能拍明信片给大家看啦。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萤火虫之旅，我觉得超级好看，超级超壮观，里面超壮观的，真的。一整片萤火虫，但里面不能拍照，太可惜。我觉得大家如果来纽西兰，一定要看。真的太壮观了，我觉得没有办法想到它是真实的场景，太厉害了。Bushwalking， 我们就萤火虫洞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林玉姐有色盲。刚才那个萤火虫洞是蓝色的吧？蓝色的，他说什么颜色？红绿色。到底是什么颜色？看起来真的有绿色。它是蓝色啊。不，真的有绿色，真的有绿色。你刚才是说黄绿色，你现在不要再硬凹成绿色。没有红，没有红。你要讲黄啊？黄绿。可是我看起来都是黄绿色啊。你有什么话说？蓝色，蓝色就是蓝色。It's like a blue with a little bit green in it. Yeah. More blue, blue. More blue. Yeah. She's being polite. But why I see is yellow plus green. Alright. No, I can definitely see what your friends see, which is a bit more blue. 自助加油时间。靠北，因为他说在车上只能在车上录影，所以我就在车上录他们加油，自助加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租车公司要还车了，感谢我们的奥迪小兄弟，让我们度过平安的旅程。然后我们现在前往奥克兰机场，飞往 Queenstown， 拜拜。哎，机场巡行李大游记。加油！希望你找得到。一赌50块，你觉得他找得到还是找不到？找不到了，找得到。信念。光芒。好笑、哦。好啦，那既然我逢赌必输，那我找赌你找不到。考你啊！好凶哦！这次我们真的太夸张了，就是我们买了同一班飞机，同一个时间点，然后我们的登机门竟然是不一样的，它是20几号。哎呦，好冷！然后我们是30号，然后我们同一个班级，然后我们在隔壁，然后还不一样 gate， 超奇怪。然后 gate 消失了，下去喽。Come on, baby.有个镜子。我们的小房间，哇，美味！如果美味拍得到的话，就会布满整个镜头。我现在走在那个纽西兰南岛的路上，要前往吃 Flames， 那是一家牛排馆，然后是刚才的 Uber 司机推荐的。Go go！ 哎，后面的景很漂亮哎。我们刚才跟路人就一起嗨了一。就是在住这栋的人，他在放超大声音乐，然后就突然喊着呜，然后我们就起呜，他在想什么？我听得到 ，You boys are 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听到的呜，然后我们就起呜。哎 ，Crystal 真的超赞，我觉得他景超漂亮的，然后随便一个餐厅都看起来很有气氛。然后是我们要去吃的晚餐 ，Flam。这边真的超漂亮，这边就是那个港口，然后有个很漂亮的饭店在后面，然后有一堆小山，对，小房子，然后这边连出去就是海，然后一线连到那边的壮丽山库，然后出去就是峡湾，超漂亮。哎、hey, ，我们来到一间
气氛超好的餐厅，真的超赞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 Seven Turf and Fragrant Lab and Raven Steak Combo， 希望他们好吃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长怎样。太扯了，大家！我在纽西兰吃到一家超好吃的牛排跟猪肋排，这间牛排真的是超级嫩，虽然不知道这个光拍不拍得出来，但它这边的血色超级完美，然后它咬起来超嫩，它可以吃到牛肉的甜味，然后这边的猪肋排也是超好吃，就是有烟熏味跟酱，然后还有肉质都超棒。完美，大家来纽西兰一定要吃这家。